我们有，我们自己有问题，一会儿肯定有十一去哪里玩这个问题，好吗？来，我们一起，对吧？就是十一，一起，我有了，这个是我们有了，那个谁上前？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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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左边，看中间，儿童中间，关上。
来，朱一龙，朱一龙，左边，那你可以稍微往这边侧一下吧，朱一龙。来，朱一龙，来，朱一龙，左边，来，朱一龙，左边的看一眼。不会走吗？还是打个招呼可以吗？ OK， 对，我们来，我们慢慢调，是吧？十一，十一，我应该在澳大利亚，但是去工作不是去玩。我们统一先问好吗？谢谢。其实最近真的很少，有时候会去看画展什么的，然后之前小时候比较喜欢收藏球鞋啊什么的那些，LV 这个品牌最新的地方是？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对行李箱，然后服装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品牌的概念，它还有对文化。 对于艺术的输出，我觉得这个还挺吸引我的。那马上就十一了嘛，有什么游戏计划吗？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十一还在工作啊，十一去澳大利亚，然后不过就准备后面下一部戏的功课。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最近很多海岛都比较想去啊。好嘞，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接下来就是准备拍下一部戏，下一部重启。那还有什么问题吗？最后有什么电影计划？电影等拍完重启之后，其实我后面也比较想参与电影的创作吧，但是等之后了。介绍一下新片的剧情，新片。新片大家应该这个大家都知道，饰演吴邪啊，重启里的吴邪。谈一下对罗马的印象。罗马，我之前其实罗马这座城市对我的故印象还是电影里面罗马假日里的那个印象，所以我去了之后拍了很多。 黑白的照片，想试图还原一下当时的那个复古的样貌。嗯。这也是二零，现在是几件？我已经放了一点点。大家都放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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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